San Chen, also known as Danny Ace 66, wins the WPT Spring Festival sponsored by Poker King. He wins the Baccarat Crystal Trophy, earning 1.75 million renminbi, which is roughly $270,000 US, and the bragging rights of defeating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poker players. Now, Selena Lin, who played as a bounty in the main event, and she spoke with San about his win. 那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恭喜阿晨获得这次WPT主赛的冠军。那阿晨，你告诉我一下，你赢得冠军的那一刻感受是如何呢？那你真的每一个人赢得冠军的那一下，可能的心情都很不一样。但是我当时其实我最后一手牌我记得是KK吧，然后我在他在对方转在翻牌 check all in 那么 check raise 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把牌一定要打破，要打完了，而且所以我就。 其实那一刻我就很激动，我不管那时候，我觉得，我认为自己还是大概率领先了，然后，就是，所以对方转牌在 all in， 然后我 call 了他，最后赢下来的时候，我真的，哇，那时候真的就觉得一切的梦想就在那一瞬间实现的那种感觉，你知道，非常真的太激动了，太激动了，然后我老婆也在旁边，她。 他过来就抱着我，然后就有点流泪的感觉。他反正他也知道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也为了一个大赛的一个主赛的冠军去努力哈。然后在这一刻实现以后，确实这感觉真的难以言表。那你是怎么知道 Poker King 的这个平台，然后选择打这场比赛的呢？其实因为我比较喜欢打锦标赛嘛，那可能在于有很多我也关注很多。 我们这个扑克锦标赛的一些媒体的一些报道，所以其实这次我当我看到有报道，然后就说这个WPT 会在 Poker King 上面去举办的时候，我是就马上就会决定去参加这个比赛。那你在 Poker King 你觉得他打牌的体验如何？然后最喜欢一些什么呢？ 其实以前我就玩过 Poker King， 在 Poker King 刚刚上线的时候就玩过一段时间，但是以前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可能 Poker King 还没有去开发锦标赛的这种功能。那现在上线的话，那对于很多玩家来讲，对于我像我这种特别喜欢 MTT 的玩家来讲，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多了一个更好的选择。那你是最喜欢的WPT 冠军是谁呢？ 其实 WPT 有很多我的偶像都是拿过 WPT 冠军的，你说像 Daniel Negreanu， 你很熟啊，对不对？然后 Alex Foxen 啊，然后Antonio Scandiari 啊，然后像很多这个包括华人的一个扑克的一个传奇 David Chiu， 对吧？他也是 WPT 的冠军。 然后，那其实如果说非要在我心中找出最，我认为最分量最重的一个人的话呢，我会比较选择 Eric Seidel。那阿晨，我们还想问你，就是你用的名字 username 是 Danny Ace，那这后面有没有任何就是故事呢？我老婆是 Danny。 你老婆是 Danny 啊？ 然后你最喜欢的就是 Ace， 对不对？啊，Ace。好，那谢谢这个。 Congratulations, San Chen. To stay up to date on more WPT online events, just head to WPT.com and/or follow us on Facebook, Twitter, YouTube, or Instagram.